我这边本地是110.14号，高雄捷运观站21:59，什么时候捷运列车进站？靠南关站捷运车来了。靠南关站捷运车。到139，不到139，就到140。现在主力车高雄捷运列车。也超新的，然后就是04/24，开往南岗山，超开心的。捷运列车，车号11:39，23:39，140。三辆一组绿色高层捷运车，等它这里，又是这一组。该怎么使用？多长多少段？又是这一组，10，多长多少段？04/24，看往南岗山的车号13939，13140，3A组绿色客轮决定是104，多长多少站？这两波。